讲经的会，后面啊，那你不要等到，这里有一，这里讲经的说法的仪式，这是我个人呢 印这个华普佛教会之约啊，向大家来报告一下啊，这个自己学习无量寿经的一些体会，向大家请教，所以是一个座谈会性，所以我们很自由啊。这个看到啊，那个如果所谈的这个都不妥当，甚至有错误，请大家指教。那么今天因缘十分殊胜，第一个呢，今天是我们净土宗的初祖大势至菩萨圣诞啊，净土宗啊，因为大势至菩萨专门提倡念佛啊，所以公认呢是我们净土宗的初祖，那是初祖的纪念日啊，所以这个日子呢大家聚会嘛，时节非常好啊，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今天我们在这研究的是啊，这个啊这一部无量寿经啊，这是稀有难逢法宝，这是第二个书上。第三个呢，这是华普佛教会啊和我们新成立的莲花经社一个大联合啊。那么这个大联合呢，代表啊这个净土宗啊和密宗啊大家的这个圆融啊，将来彼此啊互相的合作如今呢，这是一个法门的瑞相，这是第三个殊胜经典。那么我们为什么说研究这部经是个殊胜因缘呢？因为无量寿经是净土宗的第一部经，净土宗是最殊胜的法门，因为它是一行道，佛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佛传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哪一个不是最殊胜最好的呢？但是考虑到结合到我们现在的具体条件，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空间啊，众生是这个根器，那就有啊，什么是最契机，什么是不很契机的。那么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别的都称为难行道，只有净土法门称为易行道啊，所以净土法门就很殊胜。而这一部无量寿经呢，是净土宗的第一部经啊，这是要说此是净宗第一经啊。那么净土宗有佛三经的，有佛四经的，有佛五经的，不管你说是多少经啊，那第一部经啊都要推啊，都要推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既然如此殊胜，那在这一本出现之前，无量寿经在我们中国读的人很少啊，注解的也很少，所以寺院里头啊，人家里头读的都是阿弥陀经啊，啊，读无量寿经的很少啊，注解的从古到今呐，真正注无量寿经的只有两个人呐，啊，对啊，和这个，所以我们说无量寿经尘封大藏，让尘土把它封盖起来了，大藏里面一千多年了。那么这么第一部经为什么它有尘封大藏呢？就因为这一部经啊，我们的翻译的本子翻译的虽然最早翻译的最多，但是到现在为止啊在这一本出现以前啊，没有一个认为是妥善之本，所以没有善本啊，各个都有它的优越的地方，各个都有它不足的地方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就这个缺乏这个善本啊。这个翻译最早就是在汉朝就翻译的，我们这个佛经正式传入中国是汉朝就翻译了啊，所以就是说啊，这个竟然存在啊，这个就是
我们说他无量心境啊，啊，就是看你的嘛。啊，汉译本称为无量清净平等觉，汉朝翻译。用松汉以后翻译了，鉴于记载的，翻译的最多，翻译了12次。那么在人间流传的这个五种，啊，后来有这个曹操的，或者曹魏翻译的，孙权给他翻译出如意啊，中庸。所以你看，这个从汉到三国已经翻译3种，晋朝翻译很多都没有传。那么到了唐朝翻译，到了宋朝翻译，流传的就是五种译本。这五种译本呢，它的差别非常大。那么大家看过啊，阿弥这个《阿弥陀经》有2种翻译，有玄奘翻译的，有鸠摩罗什翻译的，出入不很大。《金刚经》也有啊，《金刚经》也有好多种翻译，最著名的也是这两位，也是这两位大师翻译的，鸠摩罗什翻译的，玄奘大师翻译的。那么就连各种译本都算进去的，出入也不很大，唯独无量寿经出入最大。啊，我们举个例子吧，啊，就可以知道它的出入的啊悬殊了。大家都知道阿弥陀佛48愿，其实48这个数字在几种译本之中，它并不占多数。啊，这个。魏译比较流通的是魏译啊，魏译和唐译是48，汉译吴译是24愿，还有阿弥陀寂经只有寂字，那很短，你说是24章啊，所以说24的就有3种，说48的只有2种，宋译呢是36，你看这个悬殊了吧，是吧？这个弥陀的愿呢是最根本的东西，而是几种译本的举着一个例子啊，就说明它的这个出入是大。为什么出入大？因为佛不止一次说，啊，因为这个法门太重要了，多次说呀，多次说一个对象不同啊，这个出入就不一样啊。啊，这个记录中也有，也就是哎呀，范本都是那个零碎的叶子啊，大家看过一篇一篇散装的啊，所以很容易丢失，写在那个贝叶上。有的时候也就很容易啊脱落，这出入很大，所以没有善本啊，很尘封啊。那么到了宋朝啊，有王龙书居士，大家都知道龙书净土文啊，啊是个大德，是个进士，站着往生的。他的龙书净土文啊，刻板出舍利，他是第一个把4种，他是4会啊，他里面啊这个不是把5种都混进去，他只看到4种。那么这个王本呢，就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它是有些经文呐，它的汇集整理，它的经文呐，是根据经的意思，是用它自个儿的文字写的。那这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了，就开了一个例呀。啊，我们的话用我们的语言文字啊，我们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经啊。这个其实是不允许的，所以他的这个功劳很大呀，很多都流传很广啊，大家喜欢念他的，因为文字比较通顺呢，比他其余4种啊，都基于比这个5种原本呢，他的大家很容易了解意思，词句也顺利，但是这个毛病啊，这就是一个缺陷。那么缺陷呢，那么清朝初年，孔二林居士把魏本删节了一本，所以5种原译啊，这个我王龙书的会议是第6种。这个同济清居士是清初的，但把魏本删节了，用他很多重复的删节了，这是第7种。那么清朝呢，这个咸丰年间，有个魏默生是个大文学家，他就要啊解决这个王文初啊这个缺陷呐，他有汇集的意思，就是用5种汇集的。那么他是有胜过啊王龙书的地方，但是他没有完全避免王龙书的毛病，就是还有个别的字句是他自己编出来的。因此呢，所以先师夏宝居士呢，他就闭关呐，求佛的加倍啊，你的这个成天念佛持咒啊，花了几年的功夫啊，写出了就这部经，佛说大乘无量寿楞严经第1品学经。那么这个经出来了，大家公认是善本啊，这个经啊，是在
中日战争啊，这个日本投降以后，最才正式定稿，所以这本就出现于世，是最最最近的事情。那么大家都顷刻得到了上本，而这个上本呢，在台湾和美国啊，都得到流通啊发展。这正是说明啊，法运昌隆，也说明我们台湾和在美国的佛教徒啊，水平很高啊，能够这把这个眼光啊很透啊啊，这个所以就说还有这样一个因缘啊，这就是说。那么这个经它究竟何以故称为第一经呢？啊？就是因为这个经啊，它最完备了啊。你看《阿弥陀经》读了，《观经》读了，这阿弥陀佛到底怎么成佛的？什么因缘呢？阿弥陀佛升至到四十八愿呢，发了什么愿呢？这两个经找不着啊。发愿之后，这愿是如何成就的？所以这个在这些个最基本的内容上。那我们要往生净土啊，这个净土是我们到了之后有彼土的导师啊，我们对于导师如何成佛的，说我们要成佛，我们学习导师，导师如何行啊，那我们应当学习啊，而这两个经啊都缺少这个内容啊。那么这个无量寿经里头，那就比其余的经论呢、都详细了啊。这个他就说过去有个时间不再王如来啊，那是有个国王叫做释饶王啊，他就听到这个如来的话，就发心出家舍弃王位，出家之后得到法名为法藏，所以法藏比丘嘛，就是阿弥陀佛的过去生中的前身啊。法藏比丘们高才远德，与世超一啊，一直平等啊，法不上之心啊，那么他这个那么他就把他的这个心愿啊向如来说，说我愿意要舍弃一个佛国，要比现在所有的佛国都殊胜，可以不可以啊？所以发了一个殊胜之心啊。也就是他这个心，我们不要把它体会成啊，我要超过过去的佛，而是说他愿意让众生成就和解脱更方便更容易嘛，是一个无量的悲心呐、所以他发出这么一个大愿。那么世间自在王为了他的请求啊，我简单的说吧，就把210亿佛土都示现给他看啊。所以这个210亿啊，国土的这个粗啊、妙啊、善啊、恶啊，种种啊，所以这个阿弥陀啊，在世间如自在王如来这样的一个加持之下，看到这些国土，他就总结把这一切是适合于众生的利益、众生的殊胜之处啊，把它总结成48愿，或者称为24愿啊。这是数目字的问题了，实际内容是一致的了啊，这个是花了时间花了时间。那么这个在这个经本里头啊，那只占几页数啊，从这里发达誓愿第六这个是20页，到28页就完了，是吧？总共就这几页书，花了5节的时间，是吧？我们人要写一个志愿书啊，写一个总结啊，这几天呢，你有5天功夫够了。那阿弥陀佛怎么会花这么长时间呢？是不是啊？足见的，就是这个大愿是阿弥陀佛的悲心智慧长期的这个专精的去推敲啊。在总结出这样的愿那么这个愿呢，他这个愿文成就以后，又到本师释迦牟尼佛那儿汇报那么释迦牟尼佛赞叹那么他是之后他就多劫的修行啊，多劫的积功累德成就这个大愿。所以要制定这四本的志愿
啊，在世间自然我也帮助之下看了210亿佛果，然后总结，然后自己的基础自本的啊，我得到证明之后，多劫的修行使自本这些愿都落实了，都成为实际。我们发个愿不难的，但是这个愿成为事实，这不容易啊！阿弥陀佛嘛，做到了。得到了，所以就成就了西方的啊，这个诸圣极乐世界金刚庄严。所以这个经把这个说的非常详细。而经中所说的极乐世界的庄严，也远远超过阿弥陀经的内容啊，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例如我说一件事啊，他们在这个极乐世界七宝池发功德水啊。啊，这个凡尘无基础啊，那很多人呐、啊，他还是凡夫嘛，他可以在池中游泳啊。我在敦煌的壁画就看见了，啊，这极乐世界游泳池的情况啊，那很庄严啊。啊，这游泳的人呐、啊，各个地方都有阳光啊，游泳池边坐的人也都各个都有阳光啊。啊，他这个经常说啊，说这个游泳的人在水中沐浴的人呐、啊。各自想法不一样啊，在一个池子里面啊，有人希望水浅一点，刚刚到这个足根就到这儿，有人希望到膝盖就到膝盖，有人希望到腰到上面一只手，有人希望淋浴就是淋浴，有人希望这个水流得急一点，水得急一点，这个人希望水的容缓一点，水一大就缓一点啊，种种随你的意，就是一个池子的水。能满足所有一切沐浴的人的心愿，那这就是极其不可思议。但不但这个不可思议，而是这个水波扬无量妙法音声啊，这个水波啊，就能够发出无量的妙法音声。你得听到从次第法到极殊胜的法到干净甘露灌顶咒位，你各个闻可以不同了啊。你闻了之后，而且你可以了解啊！你不愿闻，你也不听，不像现在啊！你说这个物料有一个什么什么这个，你不想听嘛，它对你就成为噪音了，是吧？他在这想听就听到，想听什么听什么，听了就了解。你不愿意听，你理解是那个理解啊！这就是说是这个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愿力所感，这一切都是阿弥陀心之所现的，所以就说明这一切都是华严的境界，一切无碍呀、啊，一切无碍呀、啊。有形无形啊，你说这个水是有形是无形啊，是吧？啊，它是一个无形之物，它怎么能知道大家的心念呢？它怎么会说法呢？啊，说有的一个人不懂得无形说法，怎么无形说法呀？啊，他为什么就水讲树林都说妙法嘛，就无形说法嘛，就显明什么极殊胜的境界。是的。那么既然如此殊胜嘛，那么大家叫我怎么才能去啊？啊，那么这个阿弥陀经是说一种情况嘛，就是念佛念七一日或七日七夜啊，而这个观经呢和无量寿经有详细啊，所以有三倍九品啊，各倍情况不一样啊，啊，就是三倍往生、若三倍往生啊，啊，而且就说啊，这个。那么给我们指明道路啊，这更重要的呢，就是你说的礼佛现光品啊，给我们众生啊，给我们后世众生啊，做一个很大的一个证据。有人说你们一修念佛念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你谁看见极乐世界了？有谁看见阿弥陀佛了？啊，那这个事情是，那么在当时，在这个佛说法的时候。在这无量寿如来会上是大家都见了，是不是？我们不能说用我亲见才算了，我没到美国之前我不知道华盛顿什么样子，那我不能说我没有见过华盛顿就没有啊，我见到酒店是一把不科学的，别人都见了嘛，事实是如此，那就是有毛病，要这么自个儿见的就不一定了，那么这个极乐世界也如此，当年在印度的时候这个法会上是20000人，就是我们地球上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的人呢，20000，大比丘12000人，
所以你得知这个法的重要，这个法的出生。那《金刚经》千二百人是吧？这个是八个二千人，那临头都比别的地点多了啊，那就是重要啊啊。这个居士七百人呐、啊，七千人呐、啊，这就是一万九啊啊！比丘尼啊和居士啊各五百啊，一共是两万人呢、啊。还有种种这个他方世界来的，还有种种的这个天人，种种还有种种大菩萨，那么这不计数量是没法子说用这个计算机说不出啊。那就说我们这个真正的我们地球上的人呢，就两万人，这两万人听见。那后来这个佛说法之后，阿难就站起来啊，他说是我想要见极乐世界啊，但是这个他也替我们众生提问吧，说你向西方顶礼吗？他顶礼之后，头还没起来，极乐世界就现前了，而且跟我们的距离就像这一台跟我一样，如处一寻，就是八尺。啊，这彼此他看见我看见他，我们看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看见我们。啊，阿弥陀佛说法，大家都听见了。一切世界都遍是光明啊！所以这个它是啊一种啊，所以这个经是三度放光。我还未说之前，我就放光啊啊！这个在之中，礼佛见光和阿弥陀佛世界放光，圆满的放光。所以就是证明了这个放光的表示这个光和这个法呀啊，诸圣们圆满了，而且是这个。不但这部经了，那个观经给大家听见了，那个王后和宫中五百宫女啊，那都也见极乐世界了。就净土宗三经，不，他没有见的人这么多，人数很少啊，所以就大会大众共见。这是一方面，再有一方面就是他这个说了两面，一方面说了极乐世界的殊胜，一方面说我们这个世界的恶苦啊，着实恶苦。所以这个把这个两土就很好一个对比啊，极乐世界是那样清净庄严，然后我们这个世界啊，种种求生人干，种种的众生造，种种的恶受，种种的报，同时也对于这个众生作恶造苦，我也可以很大的警戒啊。所以既然给你指出啊，两土叫你知道心念。啊，极乐净土法门就是一个要这个心目极乐啊，这个念离娑婆呀，啊，这是一方面，和这个把两土啊，这个都指出来了，同时也说出来他这个世界啊，应该如何做人呐、啊，所以真谛俗谛也都圆融啊，所以这经是圆满的啊。尤其现在啊，有的修行人，他说我有阿弥陀佛保佑，我就其他都随便了，我可以任意了，是不是？那么这个不行啊，这个大师啊，这个你要做好的人呢、啊，你才是一个好的佛教徒啊。所以这个俗谛啊，所以六祖也说，佛法出世间，不离世间觉啊。所以我们直趋大圣，但是也还是人天圣啊。我们也是尽我们的这个一切努力啊，要去做的啊，为人表率。那么最后就说这个法，凡是在这个法中啊。啊，就对于无量寿经，对于往生法门，能够信你啊，能够愿，能够修持的，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第一弟子。啊，这部经是第一经，咱们念这个经，咱们照这个经去做啊。我们求往生，我就是释迦牟尼佛第一等的徒弟，就等于给我们受记了。那今天诸位都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的第一弟子。超乎于事儿，嗯，啊，当然这是一遍，你这个听了之后是如此，你不听了，因为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就推着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他已经是菩萨，而推着三藐三菩提，啊，所以我们就啊，对于这个咱们这个净空法师啊，什么创造啊，这个经啊，我们表示赞叹啊，拥护啊，这完全是符合，啊。咱们世尊的本心呢、啊，阿弥陀的本心呢、啊，啊，大家这个用户啊，这个去修习啊，也都是多生多劫和弥陀接里边，就是经上的话啊，对，经上的话，所以都是福慧时闻，若非往昔修福慧，若欲暂闻不能啊。要不是往昔多生多劫修福修慧啊，你现在想听一会儿都达不到啊啊啊！更有一点。就是将来经是会灭的，一切经都要灭尽啊！首先是灭的是楞严
你现在就很多人都说楞严是假的啊，大陆有个大学者叫李真，他就是做出楞严百味啊，就是一百条啊，来说楞严是百味，不是你不要说了，你师尊早就给你说记了，叫他这个就是泄灭，就必定有些人先要反对啊，不然怎么会灭呢，是吧？那么最后灭什么？一切都要灭尽，佛以慈悲安隐啊，独留此经之处，最后什么经都要灭完了。但是佛特别安隐众生啊，安祖宗这个特别格外纯真的，让这个经还在世间停留一百岁。所以这个经之重要之普度，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相信的很清楚。那么这个经在那种时候，到了末法的时候，那时候众生是什么根基啊？人之过十多岁，这小孩他就受终了，他的这个智慧能发展到一个现在的小孩子，他就要死了啊！而且这个人非常之恶狠呐，好斗啊！现在我们也看出一点，有的人这个无冤无仇啊，就是拿刀子砸或者拿开枪，美国有这个情形，大陆也有这个情形。你看他一眼，他给你刀，这个就是过去所没有的事情了，是吧？这我们慢慢像那个法灭的时间趋近了，所以那以后的一些现象、一些苗头就出现了。到了那个时候，人人都如此，那就不是个别的人，谁跟谁相见就是杀，因为我不先杀你，你要先杀我，所以先下手为强，谁先下手了，谁就保全性命。就是因为自己这么互相残杀的人类就完了，所以大劫是刀兵劫，刀兵劫嘛之后嘛，只有极少数藏到深山野洞里头，人谁也找不着，这个活下来活下来，哎呀这样不行了，这样杀下去就全完了，这才回心。回心这一劫才能过去的话，那么人寿再慢慢增加啊，人心慢慢一点点好起来啊，就是会叫做灭尽，到了这个劫啊劫末。否则这种时候，这种众生这个法门呢还可以救度。那么今天我们的水平比那时候人好得多啊，我们今天如果现在就怕你怀疑啊，所以就是说啊，你根基再好啊，你能够理解，就怕你这个怀疑啊，所以说唯有无疑是器材，都是法器，只是你这又早信不及，有这回事，能有这么殊胜啊？这个法是相信了，这个世界是有的，又像我这个根基行不行啊？总是多疑，总是不敢相信，这个就难了啊！这个就是不能够啊，完全按经所说的得到的这个成果了啊。那么反之呢，都是皆得度脱啊，到这最后还有如如一百岁，所以因此呢，这个经呢啊，这个全经主要内容为什么成为一部经呢？最简略啊，那么本来这也是说要说说这个大意啊，这个经这么长啊啊，说我们如果广泛的说说大意呢，不如我们抓住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啊，所以我们就啊，所以就是这个抓住这个啊精髓啊，所以我们研究经啊，大家要研究它所谓这个无尽的这个天台教等玄义啊，它是以什么为体啊？它的名字叫什么？它以什么为宗啊？以什么为用啊？啊，这个我们今天就说它以什么为宗？因为这个宗呢，它是这个承先启后。那么这个《阿弥陀经》呢，这个是这个某一大师啊，他说是以信愿持名为宗啊。啊，你这个信和愿呢、啊、和持名啊，这就是宗啊。那么这部经以什么为宗呢？宗是什么呢？宗的意思，主要的意思是三方面，一个是纲领。这部经什么纲领？所以我们要了解它的纲领了解之后，个别的内容我们有所啊忽略了或者忘掉，没什么关系。纲就是一个网子的纲，你那是打鱼啊，你就拉网拉这个绳子。说纲取木章，一个木一个木的做文章，你不知道哪天怎么解决。纲一拉，所有的木都完了。这就如这个纲，领着这衣服，啊，领衣服领子，你一拿领子吧，领衣服就顺了。所以纲举木章，领提衣顺，衣服顺了。
所以你具有得到商议，你当见主。要知道宗就是什么呢？你这一部经啊，啊，就如网啊，如衣服啊，我们抓住它的纲领了，它就顺了。你了解起来啊，就顺了。那么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是会体的基础。经是什么为本体啊？啊，以实相为本体啊。你什么能怎么才能体会这个实相啊？啊，它有一个机关啊，这个机关就打个比方啊，现在我们这些个机器啊，啊，都要有旋钮啊，是吧？你旋钮一动啊，这个机器就开动了。啊，那么这个一个部经的动啊，就好像我们机器的那个旋钮啊开关一样啊，你就以这个一启动啊。啊，他这个机器就能行动了啊，那就打比方，你就可以体会到这个经的本体。所以这个宗是气体，就是气体的机关。第三个就更有实用意义了，是修行的啊要境。啊，我们不是不研究啊，我们不是想当佛学家呀、啊，是不是？啊，这个写一篇论文啊，得个佛学博士学位啊，啊，我们是要啊，不是搞佛学，我们是要学佛啊，我们要成佛啊，要成佛我们是要修行啊，啊，所以宗是什么呢？就是修行的要境啊，重要的途径。所以因此呢。我们的首先呢，今天呢，把下面的时间集中在啊这个宗上。这个无量寿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啊，包括两个内容。发菩提心是什么内容？一向专念是一个内容，一个是发心，一个是念佛。啊，简单就这样，以这个为宗旨，这就是纲领。啊，通过这个我们就可以体会这个实相的本体，这个就是我们的修行的纲要啊，这个路径啊，一方面发心，一方面念佛啊。那么底下我们就啊来分的来解释发菩提心啊是什么内容啊，这个专念是什么内容。那么我们首先先简单解释一下，这发菩提心到底包括什么？是不是啊？就浅说起来是个什么呢？就是大慈悲啊、大愿力、大智慧相融合的心。这个我们以慈悲为本呐、啊，是吧？我们必须要有度众生的大愿呐、啊。这样的心呢，发起的人还多，但是说能不能大智慧相结合？这才是圆满的菩提心啊，这才是圆满的菩提心，所以就大智大悲大愿的心。这个是这样一个心啊，那这个心，我们可以啊引证一位古德的话来说了啊，他来讲这个发菩提心啊，这是团栾大师。团栾大师是净土宗的二祖啊，现在有的净土宗呢把团栾大师忘了啊，其实是不能忘啊，这个大师是了不起的，所以我们两个说法，一个在净土宗祖师里头没有团栾大师，一个还是啊，现在我们呢现在还是要啊这个二祖啊，那是因为初祖是慧远，二祖是团栾，三祖是道宗，四祖才是善道。近人呢，在四归集什么的，连宗祖师啊，都把这个团栾跟道宗啊，不承认是祖师了，因为他们的著作在中国一个世纪不存在，对，啊，所以就觉得就不大理解了。实际是大德，他著了《往生论》的论著。我们净土三经一论呢、啊，就天津菩萨做了往生论呢、啊，就是团栾大师做的著作啊。但是他论著里头说，他说是为什么咱们这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重要啊？就是我们不说了有三辈往生品，
三辈往生的修行当然不一样了，那上辈的就是啊，下辈的那显然呢、啊，那就是水平要高得多啊，所修的内容也深入得多啊。但是不管上辈、中辈、下辈啊，每一辈都有一个必备的条件啊，就是哪个你都是不可少的，那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所以这个团长大师说，说无量寿经三辈往生中啊。随行有优劣，虽然所修行的有优有劣，优就是上啊上辈，劣是下辈，莫不皆发无上菩提心的，没有一辈是不发无上菩提心的。那换句话说，你要往生啊，那你就要发心呢，是吧？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说我们的修行的这个要进呐、啊，你不走这条道路啊，你就不能达到目的啊，是吧？那么此无上菩提心是什么心呢？就他也解了这么，即是愿作佛心，愿作佛心即是度众生心，度众生心即摄取净土啊，生有佛国土性。现在度众生总以为啊施点药啊施点粥啊这样的度众生，而不知道你要把众生摄入到有佛的国土去才是真正的度众生。你今天给他吃一顿饱饭，明天还要挨饿，是吧？你只有让他知道有佛的国土，才真正的解除解决问题了，是吧？所以有佛土。是故众生，是故愿啊，愿生彼佛，的是故愿生彼安乐净土者，这就是陀兰大师向这个大家提出开示了。所以呀、啊，凡是愿意要生到啊极乐世界安乐国土的，应该怎么样？要发无上菩提心也啊，每个人都要发菩提心啊。啊，有的人只满足呀、啊，我就是念一念佛啊，我吃斋呀、啊，那就好了，我一定啊，这个条件还不够啊，要发无上菩提心也。接着更深入一步，若人不发无上菩提心，但闻彼佛国土爱乐无间。如果人不发了无上菩提心，他是听的极乐世界啊，黄金为地啊，种种七宝庄严呐、啊。啊，怎么怎么好啊？他非常喜欢呢 啊，只发这样的心啊，所以就喜欢就愿意往生，你当不得往生也，这样得不到往生啊，所以这话就很深刻啊。所以这个没有发菩提心，没有发广度众生，生有佛国土心，只为了自己解脱生死，到极乐世界去享受安乐，这样的心情，这样的志愿。你达不到往生的目的，这不是我说的，陀兰大师说的，是吧？这话很重要。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是吧？那这个就是先把这个最需要的东西说出来。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菩提心呢，是这个三个内容啊。啊，这个你现在底下这个唐朝一位大德，他讲他单讲的发菩提，非常重视发菩提，这是一个现在说的是韩国人啊，过去所谓的这个高丽朝的等等，这个高丽学佛法学得很不错，他们禅宗净土宗啊都有不少的这个境界很高的人。他说发菩提心有两种。这就跟我们这个密宗讲的非常一致啊，这个他说一个是随事发心，这个讲一讲就具体了，就是事发心，我们都有事有理嘛，念佛有事念理念嘛，所以发心也有事发心理发心，随事发心，随事发心大家就是这样，烦恼无边愿须断之啊，烦恼无边须愿断啊，是吧？善法无量，虚愿修之啊，是吧？这个善法无量，虚愿学啊，这个是众生无边，愿须具之；众生无量，愿虚愿度啊。这就大家常常念的啊，这些记得了。说这个心的果报怎么样呢？虽然在菩提啊，这个果报它就一定要成佛呀，但它的花报呢，又成净土了。为什么这个心它的花报能成净土呢？所化成菩提呢？因为这个菩提心量是广大无边的，长远没有边际的，这个心之发起功德是无有限量的，没有穷尽的啊，所以就能够感得广大无边的依报的净土啊，长远无量的正报寿命，是往生极乐世界嘛，都无量寿，寿命皆具无量啊，
不但佛的寿命无量，凡有生者寿命都无量了啊。除菩提心外，你不能当。除了菩提心，有没有别的功德能够跟这个相当的？二者嘛，顺理发心，啊，就是理发心。到信解一切法呀，皆如幻梦啊。这个所有一切法呀，一切法不单是世间法呀，也包括出世间法呀。一切法皆如幻，如梦如幻呐 啊，非有非无啊。所以不若有无两边，不是有也不是无啊。你众生就常常是啊落这两边啊啊，有的是执着是有啊，有的是执着是无。有无两边，也就是断常两边啊，意思就是这些东西是实在是有的，是常住的，是常见啊。你要说是这个有的，不是这个一切都要归空的，什么都没有了，断见，所以都是偏见的 啊。说人的寿命是这样的啊，一个就是这道教吧啊，人死之后升了天之后永远不死了，常见啊。这个一般的世间人呢，说人死如灯灭啊，就没有了，断见，都是错误。所以他不皆如幻梦，非有离开这个有无啊。色即是空，色就是有啊，啊，空是无啊，色就是空，有跟无就一致了，一味了。而这句话现在《心经》这两句话，目前这些大科学家他们在说，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光是佛教胡说了，那世界上第一流的大科学家，公认了。这句话是公认了，不是一个不是个别一两个人说的，因为他们从科学试验证实了啊，这个空啊和这个有不是两件事，是一件事。爱因斯坦已经都知道了啊，他说这个物质啊是人们的错觉啊，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你看说色即是空，这个桌椅板凳都在这怎么空啊？你不知道你见的有这些物质是你自己的错觉所形成的，我们大家共建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错觉所形成啊，那是就这样。那么就离言觉离啊，就离开言说，真正的这个事物的本体不是言说所能表达的啊，也不是你的思虑所能够理解的。所以我们常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说惯了，这不可思议是一个很深的话呀，啊，觉力与思想不能及，这叫不可思；言语说不到，这叫不可立，啊，不可思议，那是一个很殊胜的境界啊，不是你言语思想所能理解、所能表达啊的那种啊。依这个信解发广大心，从这个地方发广大心啊。这样发现是怎么样的？随不见有烦恼上法啊，因为烦恼上法也空嘛，一切都如梦幻。虽然知道这一切梦幻啊，还是修善法呀，这跟《金刚经》一致啊。《金刚经》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嘛，大家知道这一句多少空间？大家只修一切善法，落在有边，就是两句双照齐修。无我无一切相而修一切善法，那就圆融双照了，就中谛了，就中道的通融中道了，是吧？你通融中道的话，这样的发心那就是这个随理发心呐，这个菩萨境界了啊啊啊！虽然愿意度众生啊啊，也是这个也不存能度所度啊啊，所以终日度生，终日无度啊啊。所以这就能随顺于空，随顺于无相啊啊！那就好，金刚经说：“如是灭度无量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如是发心功德无边啊！”这样的发心功德无边了，设使诸佛穷劫演说以诸功德犹不能尽，就是诸佛不是一个佛，诸佛啊，拿多少劫的时间来说你这有多发这样的心来修持有多少功德，他说不完，这积赞啊，所以顺理发心的功德。前面就是说啊，这个得可以得到往生的果，将来可以成佛，而这个呢能随理发心，那诸佛拿穷劫的时间来演说你的功德，说不尽啊，这是这个不这都不是在文字上故意啊夸张，
是是是，我思想的脾气说这个大德说话说真明者实明者啊，不义明者不妄明者。就是因为这个顺理发菩提心不大好懂啊，所以这个我们稍微就功德这么大了，所以我们稍微再多说两句，再多引证，大家多引证。那刚才引证两位了啊，一证传完的大师，一位是海中的啊，海中的大师啊，他的名字呢叫元晓啊，他的元晓。这在引证传完的下一代啊，就是第三道破大师啊。道破大师在他的这个安乐集里头啊，说发心呢有两种啊。第一种啊，就是要先要十大有余啊，十大自信清净啊。他的话很简单啊，就是说需要啊做一些解释。所以发菩提心，刚才都说了许多这个有无不二的道理，修而不修，不修而修的道理，度而不度啊，不度而度的道理。这个呢，就更指着啊，更指出这个本体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宗啊，是会体的基础啊，啊，指出这个本体。所以他说发菩提心呢，一定说发菩提心呢，要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你要实达有无，你一定要了达，你需要认识。什么是有，什么是无啊？要正确认识这个有和无，要认识啊，这个了达从本以来自性之清净，从本以来就是说最原始最根本，你的自性就是清净的啊，从来没有染污过啊，自性清净。啊，自信啊，这我们的佛性啊，具足一切啊，跟这个诸佛是平等啊啊啊，他这个所以就是啊，没有从来是啊没有染污啊，所以他是清净的啊，自信清净嘛，这句话这好懂。他这十大有无是什么呢？无什么呢？作为无者啊，我们就是心经的那一套啊。是故空中无色，最后有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一直下去，无无明义，无无明尽，直到无智亦无得，这一串无，你要先实证这个无啊，这一切皆无啊，啊，这个大家可以信得接，观世音菩萨说的嘛，是吧？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嘛，照见五蕴皆空嘛，就说把他的这个啊，这个所照的告诉我们无啊，一切皆无啊，啊，我们要是要实证这个无啊。无触无受想行识，无色，刚才爱因斯坦他也都认识了，这个色是人的错觉，主要是没有啊，是错觉啊。而且其余都一样，其余都是因为这个色生出来的啊。你有人他有受嘛，有感受嘛，你说他思想他有活动行嘛啊，受想行这些受思维嘛，思维之后这个是思维相续就是行，有分别就是实了。这不是由于你这个祖先先嘛，由于你这个有色，色都本之妄，这一切也就无也空了啊。这个，而且无无明啊，我说叫无无明，也无无明尽啊，这说得很深呐、啊，这境界很深啊。这众生之所以成为众生啊，就是因为是无明嘛，一念妄动嘛，一念妄动嘛，我们就。不管说这个不合于真如法义啊，就产生无明嘛，无明就成了实了啊，我们这个智慧就变成实了啊，实了这个第八识啊，第八识有第八识成第七识，第六个分出前六识，那么就完全成了众生了。那么这个底下这个这叫做清净后无明，无明跟涅槃经是一致的。我在涅槃的时候入种种世界，入种种禅定啊，入种种禅定起，佛当时就告大众
啊，接近释迦牟尼佛的话，佛入了种种禅定路、种种境界以后啊，告诉大众，我以佛眼呐、啊，这个我就是释迦牟尼佛，我用佛眼呐、啊，遍观三界一切诸诸法，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的一切诸法我都仔细、仔仔细细啊，做了观、观照啊、观察呀、啊。无名本寂，性本解脱。无名之本本来是解脱的，就是心净法无名啊。于十方求了不能得，我在十方去找找这个无名，我一点我也找不到啊。所以这个就比这个心经说的就更具体了，更恳切了啊。推本无我，这无名是根本嘛。这本既然没有，他所出的根业皆须解脱。无名解脱故，乃至老死和无名故呢，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个涅槃佛的最后的话，跟心经的话是互为表里的啊。这个也得解脱嘛啊！以是因缘，我竟安住常寂灭光啊啊！您大涅槃了啊！我就照见了，本来无无明啊，没有无明啊，不可得呀 啊！所以就是说，这是我们应该知的无啊，这一切皆无啊，都无了，是什么都没有了，那还要知有啊？那什么有啊？这都无了，还有什么有啊？啊，宗门说必须知有使得，那这有很重要啊，有是有的，就是有佛性啊，啊，你有佛性啊，啊。这个富大士啊，富大士梁武帝时候人呢、啊、跟这个智尊和尚都同时啊啊是个在家人呢、啊、那是菩萨。富当时请梁武帝请富大士讲金刚经，富大士上座拿着这个戒尺一挥下座。下座了，这是智尊说啊，大士说经尽经讲完了。那洒脱，不像我这个荒淫怠惰。但是傅大师他有个新光明，然后他也打出的很好。不是，他打譬喻，这佛性像什么？像水中的咸味。这水这是嘴咱们说的啥？味道是咸。这咸味有没有？有啊，这肠味是咸的。但是你要在水里找什么叫咸呢？你找把这咸找出来，这咸不可。啊，就打这个比喻，所以决定是有，不见其形啊！啊，就说这个佛性之妙，明白没？决定是有，不见其形啊！不见其形才是真有啊！啊，这个里头可以打一个啊，咱们的现代有人我们可以打一个，还能帮助我们想得通的地方。我们讲性是吧？我们稍微学会点物理，你知道磁嘛，就有磁性。一个磁石嘛，它就具有磁性，它有一个磁性。它这个磁呢，非常重要吧，是吧？你有块磁产生一个磁场，它有一个空间，这个磁空间啊，具有磁力，这个空间。那么你一个带电东西进来，它就会转，这就是一些电动机的原理。我们一开电呢，这东西动，这东西原理就是因为有磁场，有一个带电的东西它就转。你在磁场中一个转的东西，它在转就要生电，这是发电机的原理。你说这个磁重要不重要？重要吗？但是你说是你在这个你要把这个磁找出来就不可得了啊！一个铜线通了电，出现磁场。你说在这个铜线中，你说你把这个磁找出来就不可得了啊！而这个磁的作用不光是人呐、啊，那这个在大陆啊。这个军用训练这个通信的鸽子可以在南京把它装上飞机，装上飞机到了北京，把这鸽子放出来，放出来之后它自己会飞到会飞回南京。我就说鸽子比我聪明太多了啊！我在一个地方，我要去看一个人，我要是跟着一个朋友一块去，第二次我就找不到，所以我第一次是我自己去，我很用心，第二次才能勉强找到。他这比我高明多，他第一次他不知道路，我正在飞机上，是吧？啊，我就比他笨多了啊！他在飞机上第二次，他就是他这个他就自己就不用飞机飞过去了，他就是利用这个磁啊，磁对他的身体有感觉啊，他这个感觉是沿着这个感觉能够分辨，他能分辨他几千里路啊。
这词决定是有，但是找词是不可得，所以要识大有名，这个性啊。总之是从这个词性啊啊啊，就是这个我们说嘛，就说这个性啊，就是这个涅槃经的话，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所以我们要知有人知道这个，要知道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件最根本的事情啊。释迦牟尼佛成佛就是在腊八这一天看见星星，我这个是恍然大悟，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啊，而且就是众生皆有佛的本性啊，就这个叫知有啊，这是一个根本。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在修万行度众生的大慈悲，那么这一就是菩提心嘛，是吧？我们知道根本，知道人人皆有佛性，知道人人皆有佛性，我们就自然发起大慈悲心了啊。他本来是佛，现在冤枉啊，如六趣啊，这样啊，就是这个糊涂啊啊。而我们再去救助他，也就是让他去掉这些执着，就是啊，就好像一个人在那做梦啊，在那很苦啊，在那叫啊，啊，那么他梦中被狮子在吃他呀。我们去救他，我们不需要跟狮子去搏斗，我们只要把他叫醒，他就是了嘛，是吧？他这个在那受苦很冤枉啊，所以我们就人为什么能度众生的心呢？但是我们也容易度啊，所以要有就知道佛性为本呐、啊，这一定然后就都大慈大慈悲啊。啊，这个去修种种万行的功德，就这样的搁在一块儿，这是不行的。那么这个第二个功德啊，时间紧呐啊，就说。今天我们再说一下发菩提心的重要啊，这个呢，我们可以举一些密宗的吧，因为密宗最重视发菩提心，所以后来这个密宗啊，人们就走入错路了啊，就走入神通啊，什么幻意啊这些事情，其实这都是错路。密宗最根本的是发大菩提心啊。这个在密宗的教典有部书叫《菩提心义》啊，他就说菩提之心是成佛之本啊，啊，成佛的根本啊，大事因缘莫过于此，这个重要性说的很简单扼要啊，是成佛的根本。我们的大事因缘，其实一切佛出现于世，作为一个大事因缘啊，这个大事因缘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我这个说的很清楚啊。再有菩提心的时候。说此菩提心呢、啊，能包藏一切诸佛功德法故。你发这个心就包括一切诸佛的功德之法啊。若修正出现，你如果能修正，能出现这个菩提心，生出这个菩提心，则为一切道师，你就可以作为一切有情的导师啊啊啊。若归本，如果你能够照见本来和本觉相合，归到本源，则是密言土啊，那就是密言土，那就是法身佛的佛土啊。不起一座，能成一切佛事。所以这个心，你不要起一座，你就在这坐着，就这个心发了，一切佛的功德，一切佛事，都已经圆满成就了。又赞菩提心说是啊，若人求佛慧通达菩提心，如果一个人要求佛的智慧，你能够通达了菩提心，父母所生的身体苏正大德啊，不但是即时成佛，而是很快成佛啊。外甥是靠什么呢？就靠你啊，通达菩提心啊。这个不但是密布啊，这个华严经是显密供的啊，显教都中华严，密教也中华严啊。还说到另一面，对立面，你忘了菩提心怎么样啊？华严经说，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我至明魔也，很深刻啊。所以有人，而也和当时某好多有人修善，怎么没有得到什么善果？
那用华严经这句话来要求啊，这个话，那你什么提问题的人应该还再要想一想啊，发菩提心没有啊？如果你忘了发菩提，你修种种善法都叫做魔业，你做魔的事业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就是说，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我跟你说，是我在这个注解这部经啊，注解这部经所引证的，就是这个《无量寿经》的注解啊，所引证的一些经论啊，免得大家犯错。现在代版没完成，这是出版，代版还没有印好。将来印好了之后啊，我很快就寄回来，将来寄给咱们这个会里面啊，这个再寄给净空法师，请他指教啊。下面是一项专念。那我们应该开始的晚一点啊，所以我也稍微推延一点啊。现在就是说，把一项专点说完嘛，把一项专点让大家精炼一点啊，一项专点今天是大势至菩萨圣者，一项专点呢念佛嘛，是吧？这个念佛嘛，这个大势至菩萨，这个我们今天读一段圆通章啊，纪念这个大势。那就是说明这个念佛的重要啊。那为什么要专念阿弥陀佛呢？佛有无量啊，是吧？在楞严会上啊，我让大家啊，格格说自己入三摩地的这个经过。第二十三位是弥勒啊，第二十四位大势至菩萨，第二十五位是观世音菩萨。这是大势至菩萨发言啊。而这个大势至菩萨很特殊啊，他这个发言的时候啊，他是由52个菩萨一起发言，都从做起，也就证明啊，用这个念佛法门成就的人多啊。所以当初是53个菩萨，皆依这个法门啊而成就啊。所以但是这个具体提出名字呢，是大势至菩萨。实际当时在这个法会上，53个大菩萨，这也是值得我们着眼的地方。那么我简单，它最主要，说念佛像什么呢？是吧？他说是这个佛母亲不想孩子，孩子也不想母亲，是吧？如果孩子想母亲，像母亲想孩子那么想的时候呢，那么念佛啊，那么念佛就没有成功的了啊。说是这个子如一母啊，子若想母亲，如母一时，像母亲想孩子那么想的话。这母子弟生就不相违背啊，他们就是就不分开了，就在一起了。那么众生的话，就是说这阿弥陀佛喜欢，所以不益我们呢、啊。如果我们益阿弥陀佛嘛，咱们就生在极乐世界，然后跟他就在极乐世界老亲近啊，我们的本事了、啊，不相违背。也是多众生心，这句话很重要。我们是众生啊，不需要我们修正到某一种水平啊。就是我们这个妄想心呐、啊，我们的生灭心呐、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心呐、啊。我们现在这个心，如果一佛念佛，一佛念佛就是你心口如一的念佛啊，就是说你口念心不念呐、啊，是吧、啊？那这个就是念佛，不是一佛，一是心，一佛念佛就心中也是在念佛，口中也是在念佛，就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就是马上，当来就是以后。必定见佛，决定大势至菩萨对我们做了肯定，做了保证啊，给我们吃了定心丸啊，必定见佛，去佛不远，离开佛不是远，不远啊。所以100,000,000佛徒距离我们不远啊。再有我要相信我们自己就有佛性，我们自心就是佛心啊，那么这也就是这个我们的心也见到极乐世界啊，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
你不，你只要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像儿子像母亲说，你一句跟着一句去念啊，你不需要再假借任何其他的方便，其他的法都不需要，就这么念去，自然就心开。自得心开这句话大家要知道，这个心开是开，就是开悟啊。啊，很多人都以为念佛只是往生啊，我这个到往生之后才开悟。你如果到了理智啊，你就开悟啊。所以试念和理念啊，到了理一定是开悟啊。大师之说他们还有52位啊，这他们都是代表他发言嘛，这五十几个人的这个集体发言呐、啊，自然都心开了，都心开了。说这又打个比喻，这像什么？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啊。你在这个染香的地方做工作的话，天天都是工作都是香料，你身上就是香味的，是吧？就身有香气，啊，就是如此。你老念佛，啊，你这个，你的思想、你的心、你的身口意，那就是佛呀，啊，这个叫香光庄严啊。我本因地念佛心入无生人，大势至菩萨的成功，在因地中就是以念佛这个心入了无生法忍了，地上菩萨。五法比地上多少，到了八地他真正证不成法忍啊！啊，今于此界设念佛人归于净土，在这此界就是咱们这个世界，干什么呢？就摄受念佛的人，所以我们有大势至菩萨摄受，这大势是最有大威力啊，势就威力，还摄受我们归于净土啊！所以这大势至菩萨，这是大势至菩萨的啊！我这一段正好说明这个念佛的重要性。再有，就是这个念佛法门啊，大师说的做了一个，算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开示啊，不要假其他方面就解决问题了。还有呢，就是这个法门呢，它这个普被三根呢最稳当嘛，所以这个某一大师啊，在他的《弥陀要解》中说呀，于一切方便之中啊，方的我们粗浅的说，方就是方法，便就是便利。你得有一个办法吧，是吧？这个办法是很便利的，你才能解决问题啊，是吧？在一切方便之中啊，求其至直接，最直接、直截了当的，至圆顿、至圆满、至顿的，啊，顿是快啊，那不要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就是剑法呀、啊，顿法刹那即成佛就是顿法，是它最圆最顿的啊，莫若念佛，没有啊。能够比得上念佛的了，求生净土啊，这两句话底下是补上去。你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是最直接、最圆的啊。啊，确实啊，你这边这个又念佛又求生净土，求生净土很重要。你求生净土，你现生就不退转了啊，不是往生之后不退转了。今天真是切愿求生净土，今生你就不退。但是很多人不容易做到切愿啊，不容易做到切愿。今天这个电视节目太好，今天念佛就不行，我先看电视再说吧。那你还是永远说佛，那个电视都是说佛的反应嘛。我这真做到切愿啊，那就是啊，就是这样。由于一切念佛法门，如念佛有四种念佛，这个念持名念佛是一种，观想念佛是一种，观相念佛是一种，实相念佛是一种。在十四种念佛之中，求其最简易、最简单、最容易、至稳、最稳当的啊，莫若信愿专持名号。莫若你有具足的信心，有深切的愿力，专持这句南无大王阿弥陀佛名号啊。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金龟一向专念为宗啊？啊，这都是这个解释嘛。我一大师从他这个提出来的啊。这个我一大师还说说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啊。这个阿弥陀佛呢，我说他这个成佛以来这个经过啊，发愿是这么发这样的大愿，他五劫功夫才成就一个愿，愿成就之后以多劫的苦行啊而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他是万德庄严，万德具足，
由于万德具足、万德圆满而成就了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一句洪名是万德洪名，就是万德所成的，啊，就好像我们一颗药丸子，说多种最好的维生素、多最有效的一些东西所成的，所以这颗药丸子就里头具有重要、重有种种的营养品，这不是一样吗？因为名号是万德所成的，万德所庄严。啊，你这个药是多种的营养品所成，它是具足众营养品嘛，一样的事儿嘛。啊，就以名照德，你一念名，它这个德就都来了啊。这个，他说这个是道是道坐啊，还是团团打的比方，很有意思。他说是这个是一种是。被狗咬了，啊，被狗咬了，一方面抹一点药啊，一方面用虎骨，老虎的骨头，把它烤热，烤热了，在这个咬的地方去搓，这样就可以治病。他说你这个虎骨不是常常容易得到的，不是经常有的，那没有怎么办？没有怎么办？一方面啊，这就你就用你自个儿的手把它弄热一点，啊，你用手去擦患处。在那擦，擦完了，一边擦一边讲：“老虎来了，老虎来了，老虎来了。”那这就说明什么？这个名叫这个老虎的名字起了实际老虎的作用啊！啊，说这些故事是吧？是吧？他这个很生动啊！啊，而且他自己这个道说自己做过这么治过病，他说脚上这个是一下没走好啊，这个受了伤啊。用木瓜，咱们都知道木瓜是药，木瓜可以治，啊，他说你得不到木，他自己得不到木瓜嘛，他也是用手自己按摩，嘴里念木瓜，他就好了，这个是大德的无妄语，他过不去骗我们干的，啊，所以这个心呢，啊，和这个名啊，种种啊，语啊，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就是那个太机械的人，他就这些东西不能相信。我就想不通了，以名照德，那一切德无不尽呐，啊，这个就所以说是不必再要观想、参究、参念佛事佛爷什么什么，当然你可以兼修，但是说不是必须的嘛，啊，就这一样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个袁中超啊。袁中超，他是这个弥陀要解呀，啊，这个偶义啊。袁中超是幽西大师啊，是印光大师，就是说这个弥陀经注解多种啊，但其中三种，咱们国家最殊胜的，就是莲池的弥陀苏超偶义的这个弥陀要解和幽西大师的袁中超。后来印光大师又称赞啊，他说这里头还是以这个偶义大师的弥陀要解最殊胜啊。佛再写也不能超过啊！就刚才我们以弥陀要解的话呀，那就是佛再说，也就这么说啊，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这个咱们净土大德印光法师的言论。袁中超说是这个《阿弥陀经》所开示的教育念佛，只要是有口长了个口能念的人啊，有心能念，你口也能称名，口也心里也能想到阿弥陀佛，是吧？都可以修，因此这个阿弥陀经所示的这个持名念佛法门乃是至简至易的法门，至简单至容易的法门，是吧？啊，你要念的很多啊，这个其他的法门啊，这个是，而且往往在临终的时候，你平常是很好很摄心，在临终的时候你已经很散乱，在种种痛苦之中啊，这个心也很烦乱之中，你还要能用，那叫是至简至易的方法才用得上啊。这个啊，这个游行安乐道啊，这个也是这个，他说是我们无始以来的恶业呀，是从这个妄想所起。为什么造恶？因为有妄想妄心嘛，从妄心所生出来的。念佛功德是从真心起呀，啊，从这个本觉的智慧呀，啊，就知道这个，而我们才
还真多啊，要想想要被神被神和谐啊，来念佛呀，是真心的啊，真心就如太阳，妄心就如黑暗，是吧？这个真心的智慧一起，妄念就出了，就和太阳一出啊，重暗就消灭一样啊。所以我们这个念佛啊，这个念佛啊，它这个地方啊，那就是能够不但是啊这个破恶业啊，而且是破恶业之根呐，破妄心呐 啊能使你的这个恶业啊，这个无明啊，黑暗就是无明啊，无明可以消除啊。而自己的本来的功德，本来的佛性可以显现啊。这些再引一段，真的更好，大家可以很感觉兴趣。就释迦牟尼佛劝父亲啊，这个在这个《观佛三昧经》，佛劝父亲念佛啊，说这个佛没有不孝啊，佛劝他父亲干什么？劝父亲念佛，他父亲也跟现在人一样，他父亲就说啊，说是。你有好多好多好的法呀，说你真如实相啊，第一义工啊，啊佛的佛的父王啊，在佛那年自称还是成弟子啊，他不是说我爸爸怎么样是吧？他还是成为弟子啊。他说是这个佛呀，你的果德真如实相第一义工啊，为什么不叫弟子去修啊？啊，佛就告诉父王啊，说诸佛果德是无量的深妙境界，非是凡夫所能。你父王你还是凡夫啊，而这些境界不是凡夫所能行得到的啊，故劝父王行念佛三昧，所以才劝你行念佛三昧，所以佛劝父亲当然是用最好的方法嘛，是吧？来报答父亲，就是如此啊，很明白。父王他要打算念，就问他说这念佛功德怎么样啊？他要打个比方啊，佛就告诉我啊，如一个这个哪一个林子啊，这个一共有四十里，建四十游行，一个游行是四十里，四个游行呢就是六百里啊，一百六十里建好了一个大林子，有一颗这个牛头粘檀啊，它是这个依兰林是个臭林子，有四一百六十里作为一边一个建房的那么个地方，但是长出一棵粘檀树了啊，它这个还没有完全出土，它的有根儿还没完全发芽。这个依兰林就变了，整个依兰林呢就它就没不发这个味儿啊，不发这个味儿了，这个它就这个效果就小了。等到这个粘檀树长出来了啊，这个粘檀的香就很盛了，就把这个整个的林子变得都变成香了。四十里的臭树的臭的，不是四啊，这个是四十方四啊，方四十啊，这个是一百多里这么大林子的臭林子，由于你这个树长出来之后，到这一个是林，这边树林全被人掀了啊，这一切众生啊，在生死之中啊，念佛之心也如此，所以你妄心啊，是像一个臭林子这么大呀，你这念临句佛号。比如这个粘檀树，要是你说话老现前的，你整个的这个心都变成是香的了，我发现啊。这个念呢，这世界就是要紧的，就是说每一念都是功德不可啊，都是不可思议，不这个功不长居然的，所以我们支持这个大师之源宗昌嘛，要净念相继啊，关键在相继。我们是要尽量的绵密啊，尽量的绵密。有时候就是我们要试念啊，就是时时处处啊，老能提出这一念啊。这个《文殊般若经》啊，就说是众生愚钝呐，观不能解，就是观佛啊，他做不到啊。但令念声相续，你只要叫他，他得有了菩提心了，你只要再叫什么，念的声音能相接得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是相续，你不能做官，这个官呢，观想这个佛的像啊，观想这是做官的 啊，你观想这个空观的、中观的、假观的也是做官的，但是他这个不能做官，不能做官，你就这个再容易过呀，你就念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啊，你声音是这声音接得上啊，这不是什么过多的其他要求啊，自得往生。
就在网上，这文殊是大智慧，还是般若地方啊，是吧？所以这所以可见啊，有人说这个念佛是一个那个写这个是一步一步的，这文殊菩萨大智慧的文殊才教导我们这样的话，这是大智慧啊！肯定我只要能这么做是大智慧。再引一个，就是念多少了啊？须知啊，这是无量寿起经论，这就是那冯二林居士啊，清楚一个大居士。须知持名一法最为简要啊！啊，行者初发心时贵有定课，就具体到了方法了。不然那我说宗啊，啊，它有三个方面的，这个修行的这个途径，这就是修行具体的情况。贵于你要有一个定课。这我再补充，定课不要定得太高，定得太高做不到的，老着急，老要补功课，定得绝对有把握的。那么你可以有机会的时候，你超额完成任务，我就高兴了，是吧？这样的比较好啊。定课不要定太高，但是要有定课。定课还贵于是雷打不动啊，我这个坚持啊，尽量坚持啊。这个每天呢，或一千声，或万声，或十万声，哎啊。这个林大师啊，每日做108件功德的事情，还要啊，他写了《东经录》，写了这个《万善同归》，写了《心佛录》，很多著作，他每天还念佛十万声。不过这他这个境界不是凡夫境界了，凡夫做这么多事还念佛做不到啊。那么这个他这这个彭二林这个提的就比较啊切合实际啊，咱们众凡夫的。他提的低一点，从千声起码是吧？有定课或千声或万声。这个某一大师就他第一个数就是三万，你念佛或三万或五万，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看个人情况。现在大家都是很忙，我们在忙里偷闲，我们抓住一点时间。实际上，阿弥陀佛发愿第十八愿呢，至心信乐来之十念呢，无有不生的啊，所以它不一定要多。多是什么意思？就是表示你真正是愿意去了啊，所以你才肯这么多年啊，所以你行动来证明你是愿啊，这也是我们考核。一点点小事情我们就念不下去了，那么还是看娑婆世界看得重啊，你能够把这个时间都挤出来念佛，那表示你对这个是否留恋了啊，那你自个儿可以知道啊，那佛就自然念得多啊，人念得多嘛，你这个啊，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那减少法不就这个罪没有自没有这个机会发生，而且念佛上的一句那么大的功德，就万德都照来了啊。那么你看看这个出入多大呀、啊？他们自然就愿意念了啊。这个道洛大师说称名就是这样，但能专制啊，专心呐、啊，非常的专心呐、啊，相续不断的、啊，定生佛前，就是逐渐净土的主持，就我保证了，决定生在佛前。你这样做就是功德了，有了功德了啊，所以经说啊，菩萨摩诃萨恒以功德智慧修其心呐、啊，是吧？啊，这是功德嘛？那智慧怎么样了？这初学的人没有破相，没有破相你不要管他啊！你这还是哎呀，我这还是念佛，我还有相有修有什么？你不要管他，你单能一相专制，这就是我们最初生的这个知识了。你就是有相不要紧，你就是但是你只有专心去念。啊，无不往生，没有不往生的。所以你不要求说是听了很多禅宗道理，听什么你说我这又是着相啊，又是脚踩两只船的啊，就这样就有时候二门俱破。不管啊，你就一项就一项，你这份的心去练啊，这个不虚一啊。所以就说你只要老是持你一项专念的 啊，这就是我们出生出来的啊，这个出生之前的。你现在说的一相是什么呢？就是向着一边偏着一边，这一段时间都是这个啊，这是一相啊。一相专业就是说大家嘛，就是说是啊，这个经常的啊，自己所着重的是吧，就是念佛了啊，专念阿弥陀佛名号了，这个叫一相专念。一项专业呢，就不是要求你要一心不乱，
而且只需要你这个着重了啊，时间上是能够是相续的啊，这个在思想上是重视的啊，偏重的。那么这一项专念呢，一个就是一切话语行都放下，直提这一句佛号叫一心专念，这是一种。再一种呢，这个念佛本来是五念嘛，这个念佛里头念佛念是一种，礼拜是一种，是吧？礼拜、发愿、回向，是吧？这些都属于我，都属于念佛嘛，是吧？这个。但是我们念佛的人呢，也都是这样嘛，我们念佛都不排除这些嘛，所以就是啊，没有不磕头的，没有不上供的啊，没有不发愿的，没有不回向的。所以我们就是在修持之中，所谓一向专念者，不是把别的都排除，只是需要你这个主修和这个助修很分明，就是重点突出啊。我们以这个持名为主了，这个突出了，而其余都可以有，那么它是助修啊，主啊和助啊，只要分清主次啊，这个其余兼修都是可以的。所以因此呢，就是先念点心经啊、金刚经啊、持点咒啊，也不违背于一项专念，所以这一项专念的这个含义啊，也就可以把它推广一点。那么这个无量寿起信论就可以更广一点，而这个之说呢，更适合于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发了菩提心啊，那么我们就要修菩萨之行啊。啊，在师徒世间呢，我们可以有好多事情可做，善事啊，立生的事情啊。我们每一件善事，哪怕只是很小的一点点呢，是吧？啊，我们都以身心、至诚心回向到师徒世间。那么这样，你不是有好多时间在做世间的事情吗？啊，你还一部分时间在修吗？那么这也叫一项专念。那么这个提法呢，就和我们当前的大家这个情形啊，非常切合啊。大家各有自己的专业，各有重要的事情，每个人呢、是还有家庭的事情，啊，都要做啊。那么只要你把你所做的善呢、一切啊，回向到极乐世界，等你有时间呢，你就叫一心念佛，这都属于一项专业。再说呢，这个有的大德啊，就说你这个念佛啊，你就不要不许参禅呐、你这个念佛啊，你就不许持咒啊等等。实际上修显教的人呢、也没有不持咒的啊！我念佛的人，你说这往生咒也不念啊，准提咒啊、大悲咒啊，总是念一点吧。这和尚真要是一个严格的和尚，他大义有大义的咒，打佛打持佛有持佛的咒，他一切都有咒啊！你要看看那个长眉日诵啊，那都是咒。他要是真正修持的话，他整个各种行动中，他都走路的咒，住口的住口的咒啊，所以没有绝对的自律的啊，这也没有。所以这个所以是一些咒。这藕益大师他是净土宗的祖师啊，做弥陀要解啊，他就是闭关的专念往生咒啊。他的闭关的偈子说的：我以至诚心、身心、回向心，然背向他的然背念佛，结一七净坛，结个净坛一七，专持往生咒，唯除食睡时，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就完全念咒啊。以此功德利益求觉生安乐。所以就是说啊，我们知道重点突出啊，就兼修啊，也是可以的。那么藕益大师对于这个参禅的人呢，他就指出说，你参禅的人，你要是禅静兼修，不是要放弃你的参禅，你只是把你参禅的功德回向净土，都可以往生啊。所以这样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在实行之中呢，这个我们所设啊，还是比较广的。好，最后再说一件事情，我这个就结束了啊。这个也就是说是无量寿经功德持名的功德，举个实例啊。这个日本投降以后嘛，我就从南方回到北京啊，见过夏老师，请夏老师在我家里讲经。讲经吧，就来听经的有一个人呢，他是一个陆军中将，他是一直跟着阎锡山的啊，陆军中将。他听经之后啊，后来在闭关的时候啊，他就痛哭流涕。后来他女儿在台湾结婚，他来做主婚人。一直这时候呢，大陆就解放了，回不来就出家了。在做和尚之后，在小外当方丈。
那么他要讲经啊，他别的经他讲不了啊，他是一直无量寿经一直在我家听呢，就讲不了这个经。这个一天呢、啊，他这个当和尚并不久啊，一天呢、啊，他就是这个庙里供养工程修大殿，修大殿呢，那么这个他的弟子把这招呼他嘛，那他也得七十多岁了，看着工程看着工程，忽然看见师傅忽然间怎么有变化。他一回头就往方丈走，这个徒弟很惊讶，你这看着工程呢，正在看呢、啊，这怎么修建的？忽然间怎么一回头往方向跑，后来跟着追，师傅，你怎么往里方回跑呢？不要往生。这个徒弟他要往生，好好一个人，啊，这健步如飞，他要往生，他只好赶紧紧跟，紧跟正在时候走了，对面来个和尚，来师弟，今年师傅。他说我还在看着那个动工，他说在网上都是我跟着去的，你一定要做准备，你要是如果是你真往生了，你要集中敲鼓啊，但是助念。那么这个两个人这个对话，你看这几句话就来了，啊，就是这放这人，他就两个人就交谈这几句，他紧紧跟追师傅，追到方丈师傅坐在那儿，你端坐网上走了。啊，这就是这个当时在台湾很轰动啊，就这种他就是讲这个经念佛啊，一个军人出身，这个业力还是很重的了，是吧？啊，还是一个很高的军官呢，这一定啊有不少业力，但是他晚年呢，他回心呢，他是忏悔，他痛哭，这个是个因啊。当他出家之后，他又把这个经念回念，所以很快。他就出发可能我要往生，而且时间就这么快，我要往生，当下就往生了。他就只是耽搁这么一点时间，但他后头跟着走，他年轻人背个老头啊，他师兄啊，他说他要往生了，快快，我去追师傅，我看看他情况怎么样，你准备敲钟急动。那就一分钟不要了，那等他赶到时，坐那已经走了，自自如了啊。所以就说证明出这个事实上啊，咱们刚才讲了一些道理，这个事实上也证明出出身。那么我也在把《弥陀要要解》里头，由于他有许多他的文章，维大师的文章，就现成的两句话，啊，正好可以做一副对联，而把这个净土宗道理说得很清楚，就是从事迟打理迟。我们这个念佛是从这个是持持是持名啊，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叫世上念佛是持。你从这个是持之中，你不知不觉的达到了持了。理念呢，就是实相念佛呀，那是这个是很菩萨的境界啊，这是很不容易达到的了。所以现在就是呢，这个净土法门，它是暗合道妙，你不知不觉念着念着，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说是黄念祖在念佛，也就是什么真是第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到这个时候，他就心无所住，心无所住，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相续不断，这个生心呢、啊，心还在生啊，是吧？所以无住生心是地上菩萨的境界啊。但是什么呢？咱们念佛的人，你不知不觉从你一个视持就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就达到理持的境界。从事迟打理迟，所以这叫暗合道妙啊！你不要有懂得，所以就是说，你不要要求破相，就这么念，你不知不觉就和这个道妙相合，巧入无声，其他就是正果巧入。所以上面就是从事迟打理迟，下手处和它的这个方便都包括进去。再一句呢，就集凡心成佛心。就你这个凡心，当下就成佛的心。观音是心是佛，这个心本来是佛。现在我们在念佛，就是心做佛，啊，做佛这个心本来是佛，本来是佛的心在做佛，那不就当下就即佛了？当下即佛嘛，你本来这个凡心不是当下成了佛心吗？啊，这是某一大师的话。而正好可以成就做一副对联，从事迟打理迟两个迟的，下面呢是集凡心成佛心啊。今天我是说啊，这个时间可能已经占了不少了啊，今天是一个报告啊，让大家很宝贵的时间，很多人啊要向大家道歉啊，这个不恰当，这个请大家指教啊。
这个相会很不容易，今天一个出分的日子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姻缘啊。那么姻缘呢、啊，往往是因小果大，这种善缘呢，就是越来越扩大啊。我看了，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姻缘吧，啊，不断的扩大啊，这个将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时候啊，大家呢，弘扬啊，弘扬无量寿经，弘扬净土法门，广度一切众生。啊，我就啊说到这里了啊，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还有，因为今天开始的比较晚一点，我们还有20分到30分钟时间给大家问题。不管是今天师父讲的无量寿经，或者平常大家在学佛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尽量提出来。这时间很宝贵。那个，你是念佛几天生几万生啊？可是有时候速度有快有慢，那到底应该以时间，如果说像我们。要定功课的话，应该以时间为准，对，还是生，就是几生为准？因为有时候我们念的比较慢一点的话，像我算了一下，我就念100声要6分钟，那如果说是1万声要10个钟呢？没有这个时间，那是不是把它定少一点？还是说以时间为准也可以？还是我们要加一点我的速度？这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应该定多少，一个问题呢究竟是我是要拿拿要不念佛珠记住，还是看时间就算了啊，这可能是两个问题。你定这个计划，你可以要用时间，从时间敲啊，到底这个练多少时间，因此我能不能有多少时间，我们把这个练多少的数字能确定。你时间也一样，练2个小时，你也是这个1小时经过一次实践啊，我这2个小时折合为20000，那也可以，是吧？那这是就是你这个你使用的单位问题了，是吧？但是你总是在你可能范围之内，就是定的不要太过，啊，就是你决定可以有把握的。哎，刚才说你争取超过完成，今天有时间我超过，我在那定，今天我练得很高兴，我多练一点吧。还有今天的时间特别空余，我多练一点，就超过了。这个不是老有常有的，啊，今天有钱点没完成，我明天要补。啊，哎，不对，今天又债上加债，还有欠大家一句话，真正欠的债不一定要，反正你就是我，你从今天起我好好的啊，不一定要。至于到底是我，就你拿佛珠啊，还是这个就看时间的，这个能拿佛珠的情况之下，拿佛珠好，这个拿佛珠有功德的其余啊，念珠你讲念珠功德净的。啊，拿着念珠念的时候，你的念珠功德加倍了啊，行。还有啊，若要佛不离口，先须珠不离手啊，你老有一个佛珠在手里啊。我就是还是用这个最起码的法子啊。你要想佛不离口，你老有的时候，你先做到珠不离手。我当然现在大家在美国这个是不能做到，那么这是在可能范围之内。一个是他有功德，一个是他会提起这个啊，你这个就是这个别的事情来的时候，你就是珠在手里，他就会去放，就是自然就会念，念珠有功德，珠不离手。所以牟尼大师说，就是拿着佛珠定了数啊，老老实实一天有定可能去念，而这个数目呢，是这个在净土里所意之所及的大数，一上来不一定求多啊，而是我很专程的去念，慢慢去增加。我想他 ，OK， 我用我的问题跟他的一样。我想他的问题有点是说，比如说一个钟头念1000声佛号，比如说我们一个钟头我们念600声佛号，通常都是很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比较很慢的。那应该说是在一个钟头以内，时间是一定的，应该是用慢的速度还是稍微快一点的速度？这个速度上面有没有关系？因为速度越快，次数越多，我是想说这个速度，是这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速度啊，我们要有一个适当的速度，就是既不过快也不过慢。过快就讲强韧哇哇的，赶任务这练的不行。你要这么太慢了，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就给这个妄想留机会啊。就是这个都是你这个作业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自己去掌握。这个速度我很合适。再有一种呢，他的话还有一种要注意的，
那我现在就是练丹青，等你练熟了之后啊，你这三千遍本来要四十分钟，你后头就可以练只要二十分钟啊。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你就应该适当的增加一点数目，是不是啊？所以不要，我们现在试试吧。我们不是完成任务，我们就说我们是要羞耻嘛啊。所以当你快了之后啊，这个那就应当增加一点，不要过快啊。所以有的就是定一个数，反正今天呢，我到时候啊，我就把这数赶完呢，就是好就好就还债一样。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很容易形成这个啊，还今天不完，我明天要补，就欠了债了。这总之是灵活，我们以怎么念得好啊，我就觉得我很诚恳啊，这样的这么规定。啊，时间和数两个都可以照顾。那你练得快的时候，时间短了，我就加一点数，或者我放慢一点，这都可以啊，这个都可以调整和练习。师傅，关于刚才开始的时候，师傅曾经讲过关于这个发菩提心，非发菩提心不可，否则就断。这一段当然是我个人的理解，因为也许是错的，因为已经正好几个大部分也是前面。往生的过程里面，你正举例来讲，当然这一点能够发发大菩提心，这些是非常好的一个是上品上层的一种一种至高的一个境界。至于只有能够念到能够达到西方极乐世界，不管上层中层下层，我们哪一品来讲，不是西方极乐世界，自然会得到上层。这个关于这一点来讲，因为曾经上次净空和法师来的时候，曾经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讲，就是谭虚法师曾经见过好多例子，很多这个根本就对于见遇不齐的人，他只要一发了一个心之后决定，他马上会有效果啊。所以这个跟师父后期讲的，只要念阿弥陀佛这个四个字，这个万德洪灵，这个里头自自然然的就有阿弥陀佛的这种四十大愿的这个为体。你只要能够往生发愿西方极乐世界，自然就跟阿弥陀佛的心念一致，这个时候自自然然的呢就有菩提心了，已经发了菩提心，有万德具备了。所以如果在有些人，因为本来我不打算提出这一点在这个法会上头，因为法会上头有些因为这个上中下品上智慧下智慧普通初入门的人都有，往往听到这句话之后或者觉得自己不够格，就算念阿弥陀佛都去不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点也许对于这个初发菩提心之人，这种初初进入佛门之人，也许有退缩之心啊，所以我提出这一点的意思，就有些引证，有些和尚，甚至于有些和尚是见义不齐，什么坏事都干破了，到最后的时候发愿啊，怕自己恐怕自己会入地狱了，就发起心就念三天三夜就往生了。很多人很糟糕的，非常糟糕的，就光是持咒，就是预先知道时刻会往生，有很多例子可以举。所以这一点来讲，对于自己能够要求高，对自己每一个人本着个人的环境、个人的条件，要发出自己的一种功课也好，这个练的方法也好，练的时间也好，甚至于能够做到很散漫的一种练法。所谓散漫的练法，并不说不定功课，这个功课是活的。因为现代人有时候晚上睡得晚。对不起，我打个岔，好不好？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我们能不能可以把你的问题浓缩起来？对，就把你的问题浓缩起来，浓缩起来就是说，对对，就是直接把你的问题讲出来，啊、然后看，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就是对，我说就是对于这个啊菩提心这个方面的，能够发的最好能够发，不是说非发菩提心不可，否则不能往生。这一点来讲，只要念阿弥陀佛，菩提心自然在其中，这是万德洪灵。你这有跟师父后来讲的哪个话？你的话已经把你自己的打搅打服了，
啊，我菩提心自然在其中，不就是发了菩提心吗？是的吧？是完了吗？没有发。这个功课来讲，不要那么严。对，那个沈家居士就是这样讲，他讲我们呢念了几遍，他都等于银行存款呢，是存在那里。他讲你不一定今天要一定多少遍多少遍，他讲也不一定要拿念珠，但念了念了，我们数了还有时间什么加起来，你就是念，你有时间就念，你多下时间念，你就在活着的存，你就存在那里，就是你的功德就存在的。他这可以，就是说是，不过就是说是这个比较之中呢，你这个自己要求一个数字呢，你就有一个要求了。我这一天呢，我要满足这个要求。另外一种呢，我随缘就念哪呢，不要我这个要求，反正念了就算。那都是每念一句无边功德的，那你不一定记住，也不能。我们有的时候开车，我们没有时候，心里也在念，都可以。不知道我们有什么事，大家你那个不计数的照样有功德。对，假如我们一定要照的时间，就会潜在一样的，我反正啪啪啪啪啪啪念掉了就好了。我们也是这样，有这样想。我还差几遍没有念，我再还有分钟吗？我又念又念。我觉得他是随意念，只要我们要是要念。是不是太有问题？刚才你说一个人如果要是行善行哈，如果没有发菩提心的话，行的善行也算是罗也自己的，这是发愿心的话，这是一种真格的要求。这个就是说，你没有发，如果不知道的人他没有发菩提心，他做的善事也不算善事啊。那现在就说，这个善还是善，这个善呢，你所得的呢，真是人间福报啊！你对于这个解脱生死啊，都有什么关系？你得了福之后，往往这个，我就说啊，你这个你修持不彻底，第三世冤啊！怎么这三世冤呢？这世修得很好，来生要受福报，懂吧？你就有大富大贵，是吧？大富大贵，你就会来受福报。不给你，大给你。大富大贵叫造业，造业第三世就比那个忤逆施恶就是差一生。你说得到说得到的人天福报为什么会造业？这是大富大贵啊！你大富大贵之后，这个富贵的人呢、啊，他的享受啊，他的享受啊，他这个行动啊，这个容易造业，不是必定造业，就是很容易就避讳啊，这个他就要比那个穷人。他就能浪费呀、他就不能那么做了，是吧？他就我是做坏事，他就往往做不成了。你有钱的人，你可以买动人呢、你可以让替人当买人去杀暗杀谁呀、你这个好办呢、做好多坏事啊，你可以这个玩弄妇女啊，等等的，是吧？做好多好多坏事，但是没有钱的人，他就做不成。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第三是缘，所以从这个缘一紧看。那你的意思是说，他的职业其实是后代，并不是前，不是当时行善的人吗？他就说从彻底来看，这样的一个因和结这个果，这个不究竟啊，还是免不了造业。所以因此呢，我们就不是像一般说，就是求来生得福啊。来生得到享受啊，我们这个这样，他就很对眼光好看的。是一个绝了，是一个成佛的果了，就广度众生成佛的这么一个事业。那么你这个只是行善啊，而不发菩提心，这个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说你自己本人来说，就说第三世很危险啊，第三世很危险，来生一享福，就迷了本性啊，就可以做好多很多的啊，这个造好多好多事业。但如果你不知道发菩提心，但是你就好事，是一个暗合不是一样的，跟这个禅宗一样，暗合不一定说是你必须啊，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我说你就自然反然合乎道，那都是啊，或者都是你不一定说我这次行动我合乎经中哪句话，你自然和经相合了，那就是合了，不是合就不对，是一样吧，那自然相合了，也不会是魔业嘛啊，那很殊胜、那个、你自然而然的合乎菩提心。再有菩提心的解释呢，往往解释得很深，实际就是信愿，就是信愿，你深信切愿，因为这是咱们这个信这一句佛，这是一个一切世间难信之法，你没有大智慧不能信，
所以你现在能信，就代表你有了智慧，啊，你发愿，发愿这个是有行动在里头的，啊，愿的，你既然愿去极乐世界，那么你自然对于世间这一切这个享受，这一切的名誉地位，一切人家所别人所贪的东西，你就把它，你可以丢开了。你这样的话，你才是对于这个世界不留恋，而一心是想去极乐世界。你就有很大的愿力，之后还不是也代表你这个里头啊，这个大，所以这个智慧啊、慈悲啊也都在里头了。这个往生与否啊，某一大师的话啊，大家如果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是转述啊，反正印光大师嘛，说某一大师的话嘛，释迦牟尼佛再解也不能超过。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啊。你能否往生，全看你有没有信愿呢？啊，他底下说啊，他说你要没有信愿，你念佛念到是风吹不入，雨打不透，如铜墙铁壁，也照旧不能往生。这大家看弥陀要解啊啊，这个所以这个信愿是重要，菩提心是重要啊。你这个品位高低是来由念佛的深浅，你到了上品生还是下品生，这决定你念佛的这个程度。啊，这是鉴于某一大师性别，啊，这位先生他可能是不同意，你看看写某一大师的这个要别，你不同意，你写一篇文章，啊，你得发表你的这个论，啊，我是背书，我是背书，不是。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我们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向师父问讯。谢谢师父给我们开示。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很多时间啊！希望这个咱们这个啊，都是将来在这个极乐世界啊，在共同休息。我们9月26号礼拜六，我们有个法会，所以希望至于时间地点，我们想我们会跟大家再联络。所以如果您在佛教会的会名单上面没有留下通信住址的话，请留下来。就是跟啊什么人讲究的是我们请黄师傅。对，就是9月6号时间地点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不是地点还没有确定，时间地点确定。这个殊胜的日子也就殊胜的经典，殊胜的经典。卖钱得什么福，什么得什么平安，得什么吉祥，我就是愿意。我这还幸福。我以为你又回来了，你又回来了，没有那个十点不到来的。谢谢。